好，各位，咁今日呢仍然系讲运兽，运兽之三。今日呢最主要呢就系讲呢个几只好出名嘅运兽，大家希望见过噶啦，不过呢肯定都见过。咁一只呢叫做 unicorn，unicorn 呢就系、是、叫独角兽。世界上有冇一只独角兽呢？我看呢真係冇嘅。不过呢中外文化里面呢都居然呢有咁样嘅形象嘅马出现。先描写下佢嘅形象先。佢呢係一隻马。咁好多人话呢佢隻脚特别粗啲。但呢望之呢一定係隻马嚟㗎啦。咁但佢嘅最特別之處呢就係佢嘅頭上呢有一隻角。呢隻角呢一陣我哋講到呢係相當巴閉，即係一隻靈角。喺中國人呢其實呢好古老嘅時候呢已經有呢一種咁樣嘅實際經驗。因為呢唔係淨係喺印尼啊，或者係而家嘅爪哇呢、蘇門答臘呢度咧，或者非洲啊，只有犀牛喎、啊。喺中國咧，好古代已經有犀牛呢一種咁嘅動物。喺南部咧，較為熱帶地方，咁啊呢一種動物咧，嘅頭上咧，可能係生到一隻。或者两隻一长一短嘅角。呢种角呢係角質硬嘅。咁喺中国人嘅医药里面呢好多都好崇拜呢种咁样嘅西角嘅效力。喺我年轻嘅时候呢细个嘅时候经过药材铺呢都见到佢个窗槌呢有呢种咁样嘅陈设出嚟嘅西国，咁系一种好名贵嘅中药嚟嘅。咁因为而家咧，大家知道犀牛咧已经系濒临绝种嘅动物，环保上咧一定要保护呢种动物嘅生存，否则咧俾人咧杀晒或取药，佢真系佢全身咧。是个角嗰个价值最大。咁就被人取药呢就变咗滥杀无辜啦。咁甚至乎呢我见过一啲图片呢好阴功，将嗰隻犀牛呢割咗佢个角之后呢抌低咗佢喺遗弃咗喺森林度。咁佢冇咗角呢流血呢可能呢即係不治嘅。咁讲返呢呢、这个 unicorn 呢佢个角同埋犀牛嘅角有咩相同之处呢？啊有啊，咁犀角之危之话，能医百病咧，尤其系小孩子嗰啲发烧咧，佢特效嘅之处咧就系、是、每当个细路仔发烧嘅时候咧，嗰啲医生啊。或者家长就买一只西角返嚟，或者用啲西角喺个水头呢撩一个圈或者两个圈。甚至乎呢有啲呢严重啲呢就同佢磨粉沟水飲咗。果然呢就退烧，就个病痛呢都会消除。咁神效，咁唔怪得呢好多人都争住呢就要猎捕呢啲犀牛。喺传说里面嘅 unicorn 呢佢嗰个角呢都系能够化解毒素嘅。咁传说里面呢讲到unicorn 呢佢去河边或者啲小溪嗰度飲水。咁呢啲飲水嘅时候呢佢呢就用佢嗰个角先咧喺个水嗰度咧扎个圈，
转几个圈。点解会咁做呢？因为呢佢话咁样呢可以将嗰个水头嘅毒素呢消除咗。咁点解要毒素啊？喺呢个水头。大部分嘅泉水或者河水河湖水里面呢嘅毒素呢都系因为呢有毒蛇经过或者里面死咗。咁佢嘅口中嘅毒囊呢嘅毒素呢染咗落去水里面。咁所以好多人呢飲完之后呢会肚屙或者中毒身亡都未定。咁传说里面呢就话呢隻 unicorn 呢係用个角撩撩嗰啲水呢引致到呢清咗消毒咗里面呢嘅毒素添。咁呢个姑妄言之就姑妄听之囉。咁有呢个神奇嘅功效。咁係咪好多人去捕捉佢呢？当然会囉，好多人会想捕捉一隻咁嘅野兽啦。喺中世纪嘅时候呢，呢、這个呢差唔多呢係一个神物嚟嘅。嗱，先讲大家点解会见过呢隻咁样嘅形象呢？记唔记得香港以前嗰、那个精啊，即係嗰个章嘅精。章嘅精呢一边呢就係隻龙，一边隻狮啊。另一个英国嘅章呢，佢呢就一边呢隻狮，一边呢係隻 unicorn， 係隻独角兽嚟嘅。咁喺呢个形象里面呢，呢、這个独角兽呢係一个神圣嘅动物。一阵我哋会讲到呢，佢係甚至乎喺圣经里面呢係代表咗耶稣添。咪有呢一说。好啦，我哋讲返呢呢个咁样嘅 unicorn， 好多人想捕捉佢。点样去捕捉到佢呢？呢书头呢好多中世纪之后嘅书都讲到 unicorn 係捉唔到的。可能佢好灵敏，可能佢跑得好快，又可能呢佢係神物。人嘅智慧呢，人的动作呢真的不够他快的。咁唯一一个能够捉到他的方法呢，就是用一个处女或者年轻的女仔。有没有讲到他貌美与否呢？身材好与否，又是不是要世界小姐这样的身材呢？咁就没有讲到。不过呢，我相信呢意味住呢一个身材苗条、性格温和、智慧与美貌并重的少女。咁玉角兽会见到呢种咁样嘅少女，仲要处女喎。咁嗰阵时系流行，世界上系流行，西方啊、中国都流行呢中世纪时流行处女噶。处女系一种神圣嘅又唔能够叫动物，即系神好神圣嘅一种人类。咁只要佢坐咗喺度咧，嗰只 unicorn 咧就会轻轻咁跑去佢身边，好温柔咁样咧就会坐喺呢个处女嘅怀里边，甚至乎咧。亦有讲到呢嗰啲 unicorn 呢会去索取佢呢个少女嘅乳汁添。咁比较 romantic 啲啦，我就又係当神话故事睇囉。好啦，因为佢呢能够吸引到做利，吸引到呢、這个unicorn埋到身，於是乎呢就利用呢种咁样嘅方式呢嚟捕捉到 unicorn 咁话。咁后事呢点样样捕捉咗之后利用 unicorn 或者系我嚟化毒啊，或者我嚟用其他呢就不得而知啦。
不过传说呢有传说咁样样嘅故事，呢个西方嘅传说。咁我哋中国里面呢亦有好多种唔同嘅幻兽。呢幻兽呢都系有一隻角嘅。咁呢一单角呢唔单止呢系喺马身上可以搵到，而且呢可以喺其他动物都有。尤其而家呢又话到去可以喺兔仔啊或者其他狗啊身头上都可能有呢啲独角添。嗱咁我呢就有本绝作呢叫做妖精鬼怪。喺妖精鬼怪里面呢我曾经呢将中国人嘅有单角嘅马形状嘅幻兽呢罗列咗出嚟。咁有一个呢叫做啊呢都系出自《山海经》，我哋都讲过呢个《山海经》呢个题材㗎啦。喺《山海经》里面呢亦有呢提到呢个所谓飞兽之神，呢、这个呢人面马身。呢啲系 hybrid， 即系两种沟埋嘅。有一只咧，中国独角兽叫蛟，马字边做个蛟王嘅蛟。呢只咧直情咧，我嚟睇咧就同独角兽无异啦，即系一只马形象，只脚咧系似只狮子，四个蹄，佢唔系蹄嘅，佢系爪嘅。咁啊，跑得好快。头上有一个好硬嘅角，另外一只咧就叫冠缩，玉字边咧一个冠水个冠冇三点水，缩咧就系疏漏嘅缩，咁呢种咧亦系一种咧马，嗱呢只马嘅蹄啦，咁佢咧头上亦有一只一嘅单角。另外一隻呢就叫撥，马字边做个撥。咁这个呢亦系一隻马嘅形象，就头上有角。咁呢啲都系中国嘅所谓 unicorn， 同样嘅。但你知山海经呢系喺汉朝嘅时候成书。我睇上嚟呢是会比中世纪啊嗰阵时嘅流行，就算是当时记载呢个 unicorn 嘅书咧会早添。咁究竟系咪一种文化嘅流传呢？咁流咗西方变成 unicorn 咧呢样嘢咧，我就好知啦。咁我仍然呢逐返讲幻兽三。咁前文讲到呢呢、这个unicorn 呢就喺西方嘅中世纪时系非常之流行嘅一种幻兽。而且好多征章呢都是利用了 unicorn 这个形象呢来到做的。咁喺布林尼啊呢位呢博物家嘅笔下呢 ,unicorn 呢反而系一个呢比较凶恶残暴嘅动物嚟㗎喎。佢描写呢就话佢头咧就似鹿，脚咧就似大笨象喎、哦，唔系净系老咗个女人就有大笨象脚喎、哦，而且咧尾巴咧就似猪，其他部位咧就系、是、似马，佢嘅叫声咧听嚟咧就系喺度咆哮呜呜声。最重要呢就是头上生了一只黑色的角。
呢一角咧有两碗尺咁长，系比较长嘅黑色角。呢角咧大约有两碗尺，等于一公尺咁大咁长啦。咁啊喺个头中央咧系好明显咁样咧伸咗出嚟。咁我喺西方嘅一间卖杂货嘅铺头里边咧，曾经咧见过一条咁样样长嘅角，好幼好尖，挂咗墙上高。好奇咁样去问问咧，佢话呢只咧系冒充嘅 unicorn 嘅角，并唔系一只咧真正 unicorn 嘅角。咁点解会有一个咁样样嘅角出现咧？据个店主讲咧，呢、这个系因为系一只叫做单角鱼啊，喺条鱼上高嘅头上生嘅一个角嚟嘅。咁而家如果有人不过好老实嘅话俾你听，佢唔系真系嘅 unicorn 角咁样。咁上文咧已经讲咗 unicorn 咧就系、是、能够活捉咧，就系、是、全靠咧一个少女去引诱佢咧。咁啊，圣经上咧又曾经咧记述过一个咁样嘅故事，咁样嘅文字喎。喺旧约圣经里面咧，扫道咧都提过呢种咁样嘅独角兽。咁佢话神领佢哋出埃及，佢哋似乎咧有独角兽之力，但当时咧唔系用独角兽呢个字，系翻译咧系用野牛之力，但英文咧就原文就是 unicorn， 就即系我哋嘅而家讲嘅独角兽。佢嘅角咧，佢描写一个就咁讲，佢描佢嘅角咧系野牛嘅，用嚟咧抵足万邦，直到地极。呢、这个《申命记》里面的一个记载，佢又文字又话咧，你却高举了我的角，如野牛的角，我是被身油高了的。呢、这个系《诗经》里面讲嘅，油高了即系咧，佢成为咧王。呢、这个系耶稣。野牛岂肯服侍你？岂肯住你嘅槽旁呢？呢、这个约伯记。咁呢资料嚟讲呢，解经家呢都认为系讲緊耶稣。系耶稣就系里面呢个象征，就系独角兽啦。刚才我哋讲咗呢，独角兽能够医病咧，咁独角兽里边咧，我哋见得最多嘅咧嘅艺术成品咧，就系、是、独角兽嘅角嘅杯。尤其咧，我哋刚正话讲咗咧，佢同犀牛嘅角咧，都系有异曲同工之效。咁所以咧，喺中国嚟讲咧，好多时咧用犀牛嘅角咧。就挑成一个杯，咁我嚟饮酒，又话咧可以从中解毒，唔怕啲人放啲毒喺度。咁独角兽因为佢个角比较细咧，所以佢所成嘅杯咧，我睇咧都系放一两滴嘅啫，似乎咧就难揾啲。这个西方文化里面呢，反而呢独角兽爱来作一种象征呢，作为一种旗帜呢，或者作为一种
章咧，章文咧係相當多嘅。咁啊，佢有一個咧，能夠保護嗰個族群，保護嗰、那個領袖啊，保護嗰度嗰班人嘅象徵，而且咧亦係使到佢出戰嘅時候咧能夠勝利，能夠打到勝利嘅一個象徵。好啦，咁呢個獨角獸咧差唔多咧，講完之後咧，我哋又講另外一個異獸。咁呢個異獸咧係同獨角獸有啲性質上係唔同嘅。佢咧，我哋叫佢做咧妖怪嘅幻獸，呢、這個叫Hydra，Hydra， 中文咧有啲人譯做咧，尤其喺維基百科裏邊譯做哈爾被呃。咁啊，呢一種咧嘅幻獸咧，喺西方裏邊咧，源於呢、這個當然係古希臘嘅一種咧想像中嘅怪獸啦。咁佢嘅形象咧，我描寫俾各位睇睇咧，又係加埋你嘅幻想咧，你知道咧幾兇惡。佢咧係一隻咧怪鳥，呢、這個怪鳥咧個頭咧就係、是、女人嘅面貌，不過有一樣嘢同大家講明先，佢唔係一個靚女，頭髮長啲，對個樣子咧係一個比較中年啊，又未及到老年嘅女子，但係都相當兇惡嘅樣嘅。呢、這個咧我睇唔係最恐怖，最恐怖咧就係佢個身係一隻雀嚟嘅，即係話咧佢有一對翅膀，佢能夠起飛，而同時咧佢有兩隻爪嘅腳，呢、這個爪咧不同凡響，並不是好似我哋咧見到嘅雞食雞腳嘅雞腳咁簡單，佢係好似馬鷹嘅腳，好闊，而且咧裏邊咧嗰個爪咧係相當利，鷹爪嚟噶，可能比鷹爪咧更加尖锐尖利添。咁啊，通常认为咧呢、這个咧系当时啊海神同大洋女神咧所交配而生嘅女儿。咁啊呢一只咁嘅恶女咧系相当之咧凶恶嘅。咁啊，在希臘神話裏面呢個故事呢講呢個色雷斯王呢就得罪咗宙斯，宙斯就係當時希臘神話裏面嘅國王啦，最大佢啦。咁於是乎呢色雷斯王呢就被懲罰，因為呢個懲罰都相當竅釘喎，相當呢巧妙，就是咧饿佢，但咧当佢饿嘅时候咧，佢有丰富嘅盛宴咧就摆佢面前，但系佢永远咧系食唔到呢啲盛宴嘅里头任何嘅食物。咁呢个系当然系一个神话里边嘅故事咧，亦一个咒语啦。即永远你不能够达成成功的愿望的。那么你有这个愿望，但你达不成。在人类的受的苦里面呢，这个呢都算很高级的受苦了。
中国呢有冇有？你记得啊？粤女嫦娥隔篱咧有个吴刚师傅啊，唔系我哋落油锅搲翻件嘢喺油锅嗰个满身油嘅吴刚师傅。呢位吴刚咧，佢最惩罚咧，上咗月球上边就系斩桂树。佢每一斧啊，用斧头每一斧斩落去啊，呢一狠刀痕咧，都可以令到咧呢个桂树折枝嘅，或者折干嘅。好可惜咧，呢头斩，呢头就埋口，呢头就好翻。佢又变成咧，又要斩下一次。如此咧，一斩斩几千年。或者几万年，咁虽然山中方一日就世上几千年，咁但系咧佢系永无止境嘅一个不能成功嘅惩罚咧，系相当之痛苦的。释迦牟尼咧亦系受到一个咁样嘅痛苦，一个引诱，一个欲望，而啲欲望咧系唔能够。成功唔能够满足嘅人咧嘅欲望咧，都通常去尝试满足，但系原来个欲望就快能够完成嘅时候咧，人咧就开始充满咗信心。奈何一充满信心嘅时候咧，马上就消灭。这个环境消灭，这个呢是一个呢非常大的惩罚。当年呢希腊神话里面呢已经借用了释迦牟尼和国王吃不到食物呢的一种痛苦呢来描写一个永远不能成功的惩罚。这个惩罚呢比杀了你呢完成了一个这样的一生咧，仲嚟得咧，殘忍，不如殺咗你算數。咁啊，呢只雀啊，哈爾庇厄咧，有乜嘢作用咧喺裏邊？佢嘅作用咧就係飛過嚟搶咗佢嘅食物，所以嘅食物想到口。就嚟到口嘅时候咧，就俾佢呢只残忍嘅女人面嘅怪雀，好凶恶嘅怪雀咧，就抢咗佢，又要重新咧等紧另一个圣箭咧送到目前，又俾人抢咗佢。嗱喺希腊嘅时候咧，我哋都知道。人类咧从呢个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咧嘅过渡之后咧，父系社会咧渐渐咧掌握咗佢嘅经济权力啦、政治权力啦、文化权力等等，引致到咧男性为中心为尊，女性为卑。咁所以咧喺幻想创造里边咧，亦唔公平嘅，好多咧。希腊里面的妖啊，我们上次讲过的 Sirens， 这个呢懂唱歌的女妖专是迷惑水手的，然后吃了他们。这些呢都是女人的形象，而且呢很丰满的女人形象。这个期间呢是暗示了一种呢色欲的诱惑。而咧喺哈爾庇厄呢個形象裏面咧，就缺乏咗一個色慾嘅誘惑，因為本身咧呢個女性嘅頭嘅形象咧係相當醜怪嘅，而且你夾埋佢曉飛咧嗰個利爪咧等等，
就大家觉得咧系讨厌嘅，而且恐惧嘅。嗱，大家睇睇咧，中国社会上咧亦系有啲咁样样嘅形象啊。譬如阿胡婆，点解唔系阿胡公咧？点解要阿胡婆咧？点解系一个女性咧？点解仲要系一个咧上年纪嘅女人？点解仲要咧俾一个咧好核突？好凶恶的形象加诸佢身上咧，使到啲细路仔咧惊。佢做乜事要俘虏或者拐带无辜嘅细路仔咧？好多童话里边咧，好多传说里边咧，就系佢会去食咗佢细路仔添。咁啊，呢个咧。不单止是中西方，中国都有很多这样样的传说。连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四大恶人的叶二娘呢，都是一个这样样的巫婆式的人物。他损失了个仔之后呢，他每每去到农村或者城市呢，就凭他的武功呢，就去俘虏了一些小仔。佢当初咧会好呵护、爱锡呢细路仔，渐渐咧佢日后就会伤害、残杀咗细路仔，又去揾第二个。佢唔知道咧后边佢所遇到嗰个段誉咧系佢自己个亲生仔，呢个系后事。但咧金庸先生咧亦运用到一个咁样嘅西方或者同中方。中东西两方都共同利用到嘅一个摆婆，系中年女人嘅巫婆，或者系呢种哈尔皮厄嘅形象咧嚟到写小说。好啦，咁咧之后咧，我哋咧会讲讲另外一个幻兽。呢只幻兽咧，好出名喺《哈利波特》里边咧都出现过，就叫做三头犬。三头犬嘅意思咧，即系话咧佢有三个头。嗱，通常咧我哋都会见到好多动物系两个头嘅。最近咧，我睇Facebook 咧，見到咧拍咗一個兩頭蛇出嚟，佢真係咧一條蛇有兩個頭。嗱，呢個咧係一種咧畸形嘅懷孕所致，可能咧幾萬個形象裏面可能會有一個係咁樣嘅。咁啊，中喺人類歷史裏面咧，亦有呢啲所謂 freak。啲怪異人咧，裏邊生出嚟咧係一個身兩個頭，或者兩個頭一個身，甚至乎喺身體裏邊咧有另外一個身體，細小啲嘅。呢啲咧都係因為佢懷孕嘅時候咧，這個承孕嘅時候一個咧唔正常嘅懷孕嘅發展。可能最早期咧，佢系两个孖生兄弟，两个头系孖生兄弟。乜三个头夹埋一个新嘅狗咧，有冇咧？除咗呢个希腊嘅神话里边讲到三头狗之外咧，似乎咧喺世界上咧未生存过，因为呢一种咁样嘅所谓怪胎咧。人嘅俾个名叫怪胎，即系其实佢真系好可怜嘅一种怀孕，系甚少见。咁啊，尤其咧动物嚟讲咧，比较仔细啲嘅怀孕，即系佢 dedicated 啲嘅咧，可能好早已经咧喺个胎头唔能够成人。咁但系咧，因为咁样样嘅经验咧。或者知识呢，
使到希臘人咧可以想象到咧有一種咧三頭狗，而且呢三頭狗咧係相當之兇猛嘅。呢只狗咧不單止係兇惡，佢三個頭咧，你諗下個身咧要幾大啊？只可以容納咗三個頭，有六隻眼。即三头冇六臂六只眼啦，呢、这个咁样嘅造型咧，喺成个希腊神话里边咧，只能够喺地狱出现，即系话人间咧好难存在嘅。呢、这个又上一度喎，咁所以咧三头狗咧系喺希腊神话里边咧系看守地狱。替地獄之王做守門口的狗，狗呢很多時候是守門口，守住門口真的不是那麼容易，你沒有通行證呢，狗呢是不容易被你進入去，但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出來。中國人呢，你裡面呢講到地獄，尤其民間傳說裏面地獄呢，就七月至門口大開，唐人七月，所以呢唐歷七月呢有所謂鬼節。咁喺一大嘅圖樹底下呢有個窿，中人講喺嗰度出入。咁講返呢個三頭犬喺地獄守住門口嘅時候呢，入到地獄嘅時候呢，咁人嘅靈魂咧喺傳說裏邊咧，就要經過一條河啊。其實地獄咧係河有河咧，呢個咧中西文化都係有講。西方文化裏頭講咧，呢度有三條河，呢三條河裏頭咧有一條河咧過渡咗去之後咧，就係入咗所謂鬼門關啦。同中國咧有少少唔同。地理環境少不同，咁啊入到去過河咧，有一位咧老人家就負責撐船嘅，叫卡戎。卡戎咧就係、是、呢個所謂擺渡人啊，唔係王家衞監製嗰套電影擺渡人，真係擺渡人，渡你過河嘅，不過收錢。所以呢当年呢希腊人呢如果死亡之后呢佢亲戚呢都会同佢摆个金币或者摆个币呢币值喺佢口上高。咁等佢呢灵魂呢有钱收买卡戎道之费。咁我相信唔会好贵呀。咁过到彼岸。好啦，我哋今日唔讲咁多地獄的情況先，講翻咧呢只狗，呢只狗看住嗰個地獄門口咧，不准隨意出入，否則咧佢埋嚟咬你咧，就慘過死啊！真係。咁啊，佢有冇死穴咧？佢會唔會有啲地方係弱點咧？有喎、哦，原來咧佢好中意聽。音乐嘅狗中意听音乐，事实呢、这个又系人嘅经验咧，引致到发生喺佢嘅人类生活同狗嘅生活里边。我几养个狗咧，都知道原来有啲狗咧系识听嘅。我唔知道喺佢耳或者脑头咧个音乐产生个乜嘢嘅效果，但起码咧产生咗一个咧使到佢舒服嘅效果，或者甚至乎咧奄奄欲睡嘅效果。所以咧，我哋有所谓催眠曲呢个名词啦。嗱，咁啊喺《哈利波特》里边咧嘅故事里边咧，都有讲到咧，利用到音乐能够使到咧呢个三头狗看地狱嘅门嘅狗咧，能够好快脆。瞓着，佢瞓着咗咧，即系人嘅
良好愿望就是佢唔系咁容易醒啊！你唔使喂安眠药俾佢食啊，唔使迷魂药俾佢食啊，佢自然咧就会瞓到大天光。咁嗰阵时咧，你轻轻喺佢侧边咧跨过或者走过，佢都唔知道。有冇咁大力啊？冇咁大声啊？大声嘈翻醒佢咧，或者惊动到佢咧，咁咧就拗教啦。咁所以咧，三头犬咧。嘅死穴咧，就系佢中意听好听嘅音乐。嗱，呢个咧喺神话，每个神话其实咧都有佢人类学或者社会学嘅寓意嘅。即系每一个恶人，或者系好似三头犬，或者其他喺神话里边嘅恶人。佢都有一个不为人知嘅死穴，即系唔会话完全100%perfect 嘅，百分之完活完美嘅。呢世界上咧，无论好嘅、美好嘅，或者系丑陋嘅、凶恶嘅，点样凶恶都好，到头来。都是有一个呢能够破他法术的破他的能力的死穴。只是不过你找不找到的。你找到呢自然就能够将他制服了。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人呢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呢在神话里面得翻嚟呢种神话嘅哲学咧，就系话俾人听，到最后邪不能胜正，邪最后都系有佢能够被攻陷嘅一个死穴。要攻陷佢系困难，但系唔系冇可能。人咧就系有毅力嘅，有智慧嘅动物。佢自然咧能够战胜啊呢啲所谓超自然嘅力量、超自然嘅邪恶。嗱喺希腊哲学里边咧，亦系有一种咁样嘅意味。喺佢神话里边咧，有咁样样嘅寓意。喺中国里边咧，嘅神话里边咧，都有一啲咁样样嘅寓意。都是能够战胜到最后尾邪恶的。有一个更加好的呢就是这个预言讲周柱除三害啦晋朝这个恶霸周柱最后呢连河中的蛟龙山中的猛虎都除去了。凭他的能力他都战胜。但有一个人有一个恶他更加难战胜或者他一定要战胜的这个就是他自己。最后周柱除三害的第三害呢就是他自己。他自己改过良好变成良好的人造福人的人群变了呢这个是最大的恶亦是最大的善。在中国来讲呢这个预言呢就给予我们呢很清楚的很容易了解的一个意义在这里。好了那今天呢中间就断了对不住那我请我们那个技术人员呢将它驳回来的。那讲希腊神话或者西方的幻兽呢我睇咧，暫時咧可以過一段落，但係相當多嘅話，我哋或者咧抄一啲咧西方嘅、中方嘅共同有嘅，或者中方共同有嘅一啲咧學校唔會教嘅知識，同大家分享。亦希望咧女王早啲咧早簽密約，好翻咧又嚟參加呢、這個如是我聞。这个节目呢里头的讲法。他呢精于
述數，亦精於咧呢個西東方嘅佛教，尤其喇嘛，尤其咧藏傳佛教嘅哲學啊，同埋儀式啊等等。咁下次咧，希望咧佢能夠參加我哋呢個節目，咁啊同大家咧暫別一陣間。再隔禮拜咧，我又會同大家咧見面，又揾啲新嘅題材咧同大家講噶啦。拜拜。